由傅宁指导，陆毅、袁泉、朱雨辰、徐洪浩、王维维、张凌心主演，吴刚、韩童生、丁永岱、吴冕、张晨光等实力戏骨加盟的县里改革开放40周年大剧《风再起时》定档11月5日，是下周一登陆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，每晚20点2集连播。该剧以1985年进入全面改革阶段为时代背景，讲述了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历程与成就，以方方燕、何有林、汤宁三个出身背景性格各不相同的青年迥异的发展之路为主线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下，他们在既面临发展机遇也经历时代挑战的情况下，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努力拼搏，种种诱惑下，有人能坚守本心，有人却迷失于花花世界的故事。作为首部以经济为视角展现改革开放40周年的剧目，《风再起时》被中宣部列为重点扶持项目，获得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资助，同时入选首批2018年至2022年国家广电总局百部重点剧目。